老公，我渴了，你给我点瓶饮料呗。老板，结账。没有，一共消费128元。开发票。如果不开发票，赠送饮料。好，就要饮料。哎呦我的妈！太有才了，你怎么能抠成这样？美女，给你500块钱，今天晚上陪哥行不？行啊。哎，哥们儿，价给高了，万豪足疗300块钱，我找到好几次了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。我们再关注一下吧。